水宝，哦，你穿甲呢吼，水到连续产出一堆花的，唔对，这讲到花嘛，我都形容你有偌水咧。你这个人哦，无什么优点，就是讲话老实。对啦，你人就是哦，这句嘴就含嘛啦，干来向公道实话呢。啊，公公呢啊，以后阿妹。哦，帅哥帅哥！哇，我好心哦，真正有够缘投啦！就参像哦，你少年人常常讲的那型男呐。对对对，有型。哎，这位哥，我好心哦，今仔日就要做新郎啊，而且是全世界上了不起、上才情的新郎。啊，咱两个生的囝，当然是世界第一顶的，该高尚呢。只是讲吼。想到讲安尼，当当年安尼，你只安尼食加罕啊尔，啊，今日竟然讲已经要结婚成家啊啦，我真个做老爸哦，实在咩足感动。哎呀，咱大房哦，总算是出门啦。等你个先生啊，若是结婚生囝了，咱就开启善后，子孙万代啊。啊对对对对，来来来，这吼是我甲恁妈妈吼去庙里吼替你甲珊珊祈福啦。嘿，今仔日啦，东风花烛夜，你会记哦，一定爱藏在枕头下吼，安尼保证恁两个临门喜，真紧着我甲恁爸爸抱金孙啊。嘿嘿嘿，你硬在卡变死嘞，卡变死嘞吼。好尴尬啦！哎，我你继续欢迎啊！我来给开一下门哈。一定是老生来啊！哎呀，老生啊，来来来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容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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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等你等你，那干那恁三个，阿英辉嘞？哦，我哥有代志，等下直接去婚礼现场啊。哦。哎呦，关关。今仔日天够好缘投的呢，恭喜哦，要结婚啦！以后家己的家庭啊，爱给你打起责任，做一个男子汉，知无？在，多谢阿姐。啊，计时到啊啦！路都准备差不多了，可以迎娶新娘了。哦，对了，哦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赶紧来吃饭了，慢等我，计时啊！你还好吗？我准备好上刑场了，不是去会场。干！哇，你看，哎，这会场布置还够袂歹呢。当然啦，哎呦，哪里做布置？哎呦，好心情啊，你看安尼缘投。啊，你着看是上生的囝。哦，你好，你好。哎呀，你好，你好。你是如何的贵宾哦？啊，欢迎欢迎！请问罗当司丁夫人有伫只无？啊，罗夫人哦，无看到呢。哎，不要紧不要紧，罗夫人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啦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新郎的妈妈。我是新郎的爸爸啦。你好，跟我想我还是去请罗夫人好啦。不要紧啦，不要紧啦，我陪你等就好啊啦，嘛是同款啦。等下等下。你对阮冠军吼可能无熟悉吼，我甲你介绍啦。啊，阮后生冠军吼是天星集团留发设计总监 Lucas。哎，本来拢是伫个国外发展的哦，啊，不过足受欢迎的啦。啊，这哎，对啦，这足侪个时尚杂志哦，迄足有名哦，拢有甲刊的。对啊。啊，就是天星集团啊，这安尼呢，千拜托万拜托哦，啊，邀请伊回来哦，带恁到三江做品牌呢。不够老啊，那已经够衰啦。哎，讲实在哦，迄个天星，无来五张署长哦，伊个公司拢是阮后生一个人较紧起来哦。嘿，啊，那不是。以后，伊咧转台湾门市，那有可能开了 BS， 便利店都卡在。你来啦！哎，你这么快呢？多谢你来参加珊珊的婚礼。啊，我拄才过来时阵吼，看到迄邱太太伊伫宴会厅那边咧找你。好，安尼我先过。好，你跟我。
不用再来泡茶了，哈，顺家顺家。你是讲煞袂啊？你看阿母真正有个大明星呢，啊，卢卡斯都只是一个影星水的，互恁抱甲袂输外国嘞。哎，我甲你警告哦，莫搁伫咧外口，甲家己甲天星集团牵连做伙。阮天星集团甲恁吼，带个人一点仔关系拢无。无关系，安尼今仔日婚礼唔得咧办假呢哈？就是讲嘛，婚礼就要办啦，算算算起，已经一支脚，但你来阮带家的大门啊。婚礼是阮成哦，咱就是亲家啊啦，亲。恁爷总讲，恁带关关，带着阮先生，啊，恁规家伙人都哪像着乐透共款哦。食甲歹呢，真正是笑死人。这是啥物老古板的想法？这想讲会当靠娶新妇结婚到二十年啊？真正是下戏下贱。今仔是欢欢喜喜的日子哦，莫讲一挂歹听的话啦。迄若安尼过去的宾客听到吼，那是笑破人的嘴。无啊，珊珊是我家的查某囝，你即马是你暗示啊，恁五家嫁查某囝，啊一点仔表示都无是。表示迄当然是有啊，啊只是毋是像恁阿母想安尼，会当规碗捧起啦，算我好收起来啦，无啥物好嗲啦。像什么？来，你莫开计较吼。这个查某吼，都是唔甘愿啦。想讲吼，若是讲珊珊跟冠军结婚了后，会去分掉伊五家的财产，才会调人讲一挂五四三来甲你约。啊，你若愈生气吼，伊就愈满意。有这样子无？你别从啥？要甲这小查某嘴给听起来。有一天总有机会啦，吼。是讲吼，水某，你是否感觉今仔日这阿英吼，特别无同款呢？安怎？啊，你搁可以买去啊？我来干啦！我的意思是吼，伊今仔日吼，搁咧特别抢手呢吼。对吼，我拄仔听伊的口气，袂输迄天星集团已经捡伊落地的手头，啊，生生啥物拢无同款。迄奇怪，迄查某到底是搁要出啥物乌波哈？啊，来放心啦，放心啦。迄、那个查某吼是下骹手人出身的啦，会当爬到当娘的位置吼，已经算讲是因家的祖母吼亲生的啦啦，是会当出啥物后步？袂用的，但是我若看到冠军，一定爱提起，叫伊一定爱细的阿英啦。哪会敢那恁三个？花宴会根本是秘伫厝在哭，阮哥才无遮尔软弱。咱以后就是亲家啊，上好也是会当好来好去。珊珊嫁是蔡冠军，毋是蔡宴会，讲是亲家，敢若无啥妥当啦。是讲，恁今仔来参加这场婚礼，心内应该足复杂吼。啊，毕竟珊珊甲蔡宴会婚事拢讲好遮久啊。算半路走出来，这个蔡冠军啊，甲珊珊抢走。蔡英惠即马是双手空空，啥物拢无安尼。林言听住点啊，啊，因为有够想要想了解，伊会追求珊珊，毋是因为伊家庭背景，是因为伊真正介意。啊，毋过两个人也是无法度走到做伙，我相信伊嘛是会真心祝福冠军甲珊珊的。我看即马心情好在啦，应该是你。不管怎样写，拢写袂过甲阮娶家过亲家的缘。大人讲话，囡仔人插什么嘴啊？真他妈搞搞弄。明慧说话是直白了点，但她说的也没错。我相信这世界上应该没有人比蔡家更了解你的过去吧。了解又安怎？啊，恁哥会当搞安怎？今麦天公伯是徛在我这边的，高比王速速省心呢。拜托，你莫甲天公伯拖落水好无？天公伯才无可能保庇你这种背骨的人。当初你甲珊珊对你这么好，知影你是阿英的时阵，唔但无甲你追究，万一接受你过去错过、无记者代志，甚至佫原谅你的欺骗佮污蔑，你安怎敢报答？蔡明慧，你安怎？你奈雄雄提起过去的代志？
恁敢是知影啥？你感觉嘞？人伫做，天伫看。你若是做对不起良心的代志，天公伯一定拢知影。人咧做，天咧看。哼，曹龙生，你嘛是有做违背良心的代志呢？啊，当初讲啥物，要一世人做娶家的人，要守护娶家，结果嘛是对白查甫人。你无出去给我教死！你过去做了那么多对不起乐仙还有蔡家的事，乐仙都没跟你计较，因为他始终相信人都需要一次机会。但很可惜，你没有好好把握。你真的以为人生是你想的那样，要重来就重来的吗？别人我是唔敢讲，啊，不过我确实会用的。我想为什么款的人生？我拢一定会想办法去得到。啊，是讲吼，拄则恁一礼拜啊，啊，这房间都有一个足歹味、足歹味的善食人的味。哎呦，真正有够恶心的，我要先出去啊。你才善食人嘞，我嘛开造船厂的规模，比恁天才集团更加大，好不好？哼。明慧，有没有联络到永辉啊？阿伯呢？哥讲伊要去找招待所，到即马阿伯甲我联络着。想想对对，会记念你。上风雨的对阮两人的祝福，风吹迷离，纯情花蕊，满面春风的娘。